There's a million things, almost a billion things that I wanna do when I'm next to you. There's a billion things, more than a million things. 今天来给大家录一期白色的 T 恤科技，来打个招呼吧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就开始吧。首先第一件是我身上这一件，这件我真的觉得这种大印花很好看，它是一只这样子一个仙鹤，就是可以适合玩下意识中那种类型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很适合说那些比较酷一点的女生，或者是比较喜欢潮牌的女生，因为这件是一个国潮，叫啥来着 ？Airway。我觉得这种穿上去就特别高级感，而且这配色也是很。其实就是男女同款的 T 恤，男生也特别喜欢我。我每次穿这种 T 恤的话，就是男性朋友都会夸我的衣服好看。前面有一排字，然后是个蓝色的背景，现在特别喜欢国产。下一件是这个，这个是 Max 给我送了两件 T， 就是前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日文，然后是彩虹的。它因为 logo 不是特别大，就是特别日常的一个衣服，而且也是男女同款，可以跟男朋友一起穿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有种放水不要走。那一件是这个，也是 Max 家的，我开箱有路过，它这两个小熊超可爱，好喜欢这两个，就是它这件衣服我感觉会比较减龄一点。最近突然迷上了这种大版面的衣服。再下一件是好可爱，它这个小人是蓝色的，这里还有个鸭子，这鸭子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包包，超级可爱。这个的料子有点像我之前 Vans 的那种，就是比较粗一点的感觉，就是没有那么软的那种感觉。下一件是这一件，我之前有录过视频的一件，这件也是一件国潮，叫 Bro， 是这样的一个小熊，我是比较喜欢的这种拼接边的设计，这件也好可爱。下一件呢，就是一件很鬼畜的一件 T 恤，它是这样的，这个就特别像日本那个新斋桥还是在新桥那里那个，这个真的好搞笑，是。比较普通的一件 T， 然后版型也是没有特别宽，它感觉它其实是更紧一点、更瘦身一点的版型，了不起。不过每次一穿上那件衣服，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很开心，就是可以上床那种像摇摆的感觉，我知道为什么。下一件是这一件，它也是这样子的一个，做一个拼色的一个设计，超级可爱。它这个拼袖我也觉得蛮喜欢，然后它袖子没有之前的那么长，它袖子是比较短一点的袖子。一件就是这一件，这件是优衣库的那个 New City 的一件成 T， 它是我买的是大码，很基础的一个搭配，然后它质量是真的非常舒服，非常好。它的版型也是特别好看，比较修身一点点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记得。晚上十点见吧。